走起。美女街头表演真功夫，说古神功再现江湖，引来一众路人围观。正所谓高手在民间，厉害的人蒙着眼睛都能射中飞镖，躺在病床上都能胸脯碎大石，那表演可谓出神入化。当然，这番硬功提炼的大多是爷们，其实女孩子在练武方面也是有着独特的优势。视频中这位美女就是说古功的当代传人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来，朋友，来点掌声，呱唧呱唧，好不好？可以看到他翻着跟头就是来到了场中，而且带来了一个铁桶子，这个铁桶子那是只有女侠的小腿长，而他要表演的则是做出一字马动作，然后在铁桶子中间钻过去，没想到这对于女侠来说却是轻轻松松，之后更是要增加难度，全身对折钻过去，而且之后还要钻回来，可以看到女侠已经准备了，孙悟空施展出来，整个人变得比铁桶子还要细，挑战也是轻松完成，这功夫那是比不少舞台上的大师厉害多了。有真本事的人又怎么会在意那些虚名呢？